世界知名的和牛，这些有着精致纹路的脂肪又叫做 Sashi， 里面充满着独特的香味和鲜味。This is sweet. It's really different from European beef. Oh, I have to say it's very moist, very tender. Different flavor I've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All these fat inside have a very good taste, like a little bit fruity. 保留着日本固有的纯正血统，并经过改良的和牛，它们的 DNA 有一个特点，就是肌肉纤维含有脂肪。用经过不断改良生产出来的安全而且优质的饲料来喂养和牛，让它们的脂肪变得非常丰富，而且相互交错。こんなに筋肉中にあのサシと呼ばれる油が入る品種は世界どこを探してもありません。日本の宝イコール、まあ、世界に一つだけの宝だと思います。这里是日本最南端的冲绳县。这个牧场是进行和牛繁殖及肥育的地方，所以有好多小牛在这里出生。子牛はやっぱり人間の赤ちゃんと同じくとてもあの病気には敏感なので一頭一頭あの牛を見ながら健康管理はしているつもりです。为了保证能够持续繁殖出优质的小牛，母牛非常重要，跟小牛一样都需要做适量的运动，而且要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给他们。所以喂牛提供一个能够健康又安心的生活环境，对牧场来讲是最重要的事。农家倾注无限的热爱及心血养育出来的和牛，现在大约有170万只饲养在日本各地。为了将和牛出口到世界各地，需要满足每个国家各式各样的标准。负责将和牛向全世界推广的机构分布在日本各地，现在已经向40几个国家及地区出口和牛。日本引以为傲的代表性美食和牛，在众多专业人士努力下，用他们至高的热情与爱孕育出了和牛文化。现在这种文化已经超越了日本的国界，走向世界，从日本国宝逐渐变成世界的珍宝。人吃到好的食物都会开心的笑，大家的笑容最能够证明和牛的价值。